好，我们都知道 Large Pro X 有一个新功能叫做鼓手，这个 Drummer 有没有？所以你有一个音轨是有一道音轨是有个鼓手可以自动帮你打鼓，没错。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有一很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如何我要把如何把这个 Drummer 编好的鼓组可以分轨的送出，比如说大鼓就是一轨 Audio c h e c k 然后小鼓是独立的一轨，因为它分的更细，是大鼓前面跟后面各有两轨的独立的音轨出来。好，那 目前这边是一轨 d r a m a 的 c h e c k 然后我们听一下。好，就这样子，非常简单。那重点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把它分轨？通常以前我们在区分就是要 bounce 或者是绘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 file 这边。第一个有一种方式是 c h e c k as audio file，问题是这个出来的时候它只有两轨 stereo 的一，o, 就等于说一轨立体声的轨道。那另外 呃，old、uh, checks as audio file。你看这边有 one checks to be bounce，d 这还是一轨，而且这个 bounce 出来还不会有声音，因为这个 drummer 跟一般的轨道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方式是 bounce check in place 或是 region in place。那我们等一下要介绍如何去整合这几种呃操作方式，然后让我们的鼓手这这一轨可以 multiple out，就是多轨输出。好。 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鼓组，因为我们预设的鼓组，其实基本上大家最习惯的选取方式是从下面这边去选取你要的，比如说鼓组的音色嘛，还有这边你可以去调整鼓组的一些的参数。好，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从这边选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当你已经确定好你这一轨鼓是你要的了，那已经确定好你要把它分轨输出送给人家后置之类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下。 我们目前的鼓组音色是 Portland，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只要选到最下面，Producer c i c u i t s 这边你选到一样的 Portland 加，这个加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多轨输出。当我选下去以后，呃，选下去之前你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是单纯的一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软体乐器轨也好，都 OK，就是一轨。当我们选到呃 Portland 加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 c h e c k Stack，就一个堆叠的轨道。 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关掉。好，这时候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打开，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输出都已经分开了，独立的输出。这是我们 play 一次，有没有？ 所以很明显已经独立输出了，对不对？好，那聪明的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說，说当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利用更改你的 bus output 去做一个回路的状态。就是虽然还是很麻烦，但是回路已经是一件小事情了。就是说它虽然在设定的时候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基本上当你已经知道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那回路就不是太大的问题。好，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还有更快的方法。 呃，你会看到这个多轨输出是这样哦、喔，就是其实它实质上只有一轨是有一个 record 的，然后下面都是只有 solo 跟 mute，它只是让你暂时看到呃 large prox 这个鼓手的分分轨输出，然后你可以去调整音量大小声。好，这個、时候现在我们要把它多轨输出，那我们只要把这个区块，或是你确定了这一轨所有的内容，往下拉到第一轨下面这一轨，它就会变 midi 区块。好，那我们 undo 一次哦、喔，呃、嗯，我们先合起来。 这个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其实我只要开一个软体乐器轨，不管里面是什么音色，我只要拉下来，它就会变 MIDI 轨了。所以你可以再换音色都没有问题。好，那所以我们把它打开。好，所以一样道理，我拉，我们看到这一轨，它还是挂了一个 Drum Kit，有没有？有没有？好，所以我把它拉下来。 它就会变 MIDI 轨，然后因为这个 drum kit 是以这鬼轨为主，然后后面全部都是它的 aux，就是独立的输出的音轨。这个时候我再播放一次，它还是分开独立输出，对不对？好，没有问题。好，现在来了，那我们现在要如何把它分别的送出去，变成一个个别的独立档案？在 file 这边，呃，第一件要做的是 bounce。 那 bounce 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project 跟 section 或 section，就是你可以完整的 bounce 所有的 project 或是某一个区段的所有音轨。好，这边要介绍的是这个 regions in place or track in place。可是当我们先先看到这边 regions in place，我们稍微看一下里面的选项，呃，目的地这个 new c h e c k 或者是 selected c h e c k 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source，原本的都要 mute 掉，那也这个都还好。在这边会有一个。 Include instrument multi output，呃、啊，包括了多轨输出的，就乐器的多轨输出的 output。好，后面呃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看个人需求去做设定。好，我们先注意到这个。好，那我们先 cancel 掉。我们再看一下 bounce check in place，啊，也有这个 include the instrument multi output，而且还另外多了一个 as additional checks。好，所以。 因为我们要多轨的输出跟成多个档案，所以其实我们要 bounce check in place，因为它这边包含了另外一个选项 as additional checks，所以我就会有多的，就是只要是独立的输出的，我就会有单独的一个新的档案。好，这样各位应该懂哈。好，不管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选好后，我可以不要 include 的呃 auto mention，就是音量跟 pan 的，然后 n o r m a l i z 来说我都会关掉，然后。 Destination 这个目的地，不管是要 New t r i c k s 或是 Replace c h e c k 但是我们这边写 New c h e c k 好，在按 OK 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先 Cancel 一下。你会看到下面这边所有的音轨都已经是有，应该是有十八轨嘛？啊，没有，包含在里面的是十八，总共十七轨，从第二轨到第十八轨。这是这个 Drum Kit 的分别独立的输出 Multi Output。好，那这时候我现在。 bounce check in place，这两个确定打勾那我现在按 OK。好，各位已经发现它是不是已经全部都会出成独立的音轨了？然后我们往下看，原本的都还在，但是因为我们一 棒死完后，原本的这个 MIDI 区块已经 mute 掉了，所以我现在播放的就是独立的音轨。有没有？是不是很清楚？我已经把所有的鼓组全部都分开了。有没有？彤彤有没有？好，到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这边就到这边的步骤都很快速，只是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好，这个时候如果我要，我还需要把它分。 分轨送出去的时候，就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了。File Export All t r e c k s as Audio File，点开，十个轨道会被 bounce，会被绘出。那三到十二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轨都会被绘出。那我们只要确定好 All t r e c k s as Audio File，我们直接到回到桌面就哎。欸 O c h e c k s checks, 我选错了，Export O c h e c k s as audio file，死鬼，建立一个资料夹 Draw，好，这边呃 One file per c h e c k 确定，其实这边没有不不太需要做什么跟动，你只要注意你的 Normalize 有没有关掉，还要看你这边是照你的需求 Bypass 效果器，然后 Save，它就会直接帮我们汇出了。 好，这样非常方便，这样各位应该有概念。我们看一下桌面，drums 就在这里。然后后面有一个 BIP 的意思，就是所谓的 bounce in place，就是汇出的时候，它有一个 PIB、BIB、BIP 的副档名，但这不重要，就是你已经确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我们的音轨全部汇出了，而且它的名称也自动帮我们设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OK。